上台来我们美人姐姐。宋董事长，还有林执行长，各位企业界的先进朋友，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小姐，民警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参加对台湾产业深具指标意义的光宝企业公司企业新世纪展览会的开幕酒会。近十年来，台湾在高科技产业飞快成长，为台湾赢得了科技大这一美誉。而台湾能有这样傲人的成果，事实上是关赖众多本土科技厂商不断创新技术，展延全球布局，跟国际科技产业的地图接轨，为台湾在全球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我们刚才由执行长他就公司的简报，然后由这项的活动来看，光宝关系企业在台湾近代经济发展当中无疑举足轻重推手。我刚才特别跟董事长、跟执行长讲说，台湾非常感谢，因为有你们，还有跟你们一样很多的企业朋友，台湾才有今天能够创造出经济奇迹、傲人的一个美誉。我真的要感谢他们，也感谢类似这种精神的企业家、企业朋友，真的，我要由衷的跟你们说，谢谢你们。